向佐郭碧婷婚礼现场超浪漫，萧敬腾到场现场。向太在微博上透露，早在9月10日，向佐和郭碧婷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小岛中举行了一场甜蜜的婚礼，正式结婚。这场婚礼没有邀请很多人参加，但是从向太共享的照片中，您可以看到婚礼现场仍然非常甜美、温馨和浪漫。另一方面，在短片中，在向佐和郭碧婷的婚礼中，只看到了雨神萧敬腾，但是没有其他像刘德华这样的大牌出现。据说先前向佐和郭碧婷曾透露会举行了两次婚礼，但是由于这次婚礼在意大利举行，因此在台北应该举行第二场婚礼。无论向佐和郭碧婷是否举行第二次婚礼，我们希望新婚夫妇能够婚姻美满，白头到老。